好，欢迎来到我的新天，今天跟我的朋友来玩开盆的拉票。好，可以开始，我们直接前面很非常费力。没关系，接下来我们就慢慢的变强。你说的不错。OK， 来开始呗。我开始介绍，这位也是一名 YouTuber， 他是阿晨宙，他是一个卫兵，还是一个朋友。这个跳有点恶心，真的。厉害，牛逼，牛逼！他传奇忘记跟大家讲，我把声音调小声一点，枪声有点讨厌，真的，呵呵。枪声真的有一点点讨厌。这波太大了，真的很大。你看我网路条，网路，你看，真的超大。这是我今天跟一名 YouTuber 的合作片，他也算是小咖的 YouTuber， 很小咖哦，小咖到小咖了。哈哈哈哈。Yes, dude. 可惜啊，这场我们赢了，兄弟们加油 ，Holy Gay！ 好了，这场我待会要上传这部影片，一定要上传很久，很酷哎。如果刚刚那个很大声的话，对不起。What the fuck？ 很棒。大家记得订阅他的频道阿晨仲，就陈阿仲，对不对？阿马仲。大家终于看到我真实实力了。他就是我们的阿。OK， 我现在有659的子弹量。我们看看他的操作。成血的，好痛啊！然后不是，他看得到我的圈圈，好恶心啊！米德拉斯D还好，不吃我冰啊，加冰咯，Los Dengan，反击开枪。
向头看小的，他们想头。哎呀，背后偷袭。OK， 谢谢您观看这一集输我们失败的影片。喜欢的话记得订阅、按赞，然后不用开小铃铛。谢谢大家，拜拜了，拜拜。